是视觉艺术家，爸他是那个水墨画家，然后所以就是我从小就画水墨，然后可是后来就我有可能比较叛逆，所以我可能上大学的时候不喜欢选，可恶，我绝对不要画画类型的，所以想说哦，我选个雕塑系。后来我就跑去了法国读一读之后，觉得好像可以再试试看换一个环境，所以后来就去比利时。就因为这样，所以我在想，有可能就是我创作的类型或者是媒材就用的比较多，就比较。有可能就是会觉得，哎，我有可能就看什么东西适合，所以就会用什么东西。其实我后来就是做的东西，就一开始是雕塑，然后后来其实也有加入一些绘画成分，然后或者是装置嘛，或者是录像。所以他就是看有可能那时候想要表达什么，我就可能会用那个媒材来做。就有可能这个主题可能我用绘画呈现好了，可是我会希望说它更有深度，或者是会更有其他的东西，所以我可能会这同样主题，然后有可能会想要试着融合绘画、雕塑，然后或者是录像，去让作品更加完整，然后更加有不同的，就是不同的面向，你可以观看或可以去想象这件事情。然后我这次来。我还不知道我要做什么，有可能我就想要，有可能在这里就是听大家故事，然后想想看我要做什么，对。就是我觉得就是来竹村就是要听这块土地或这些人到底有什么经验，然后这些东西也可以就是带给我一些创作的灵感，所以我大概前面的很长的时间然后都在做各到处采访啊，或者一些就看一些他们这里的有一些地点啊，或者是去那个静浦那边的 report， 就是想办法去多理解他们一些。听他们就是拉菲姐，还有说了一些，虽然巫医他们在治疗疾病的时候，他们会使用很多植物，因为我们通常看到有刺的植物，我们一开始会觉得说是感觉有点痛，对，然后可是对他们这是治疗，因为他们觉得尖刺的东西它是可以驱离疾病的。因此在那个时候呢，到日据时代的时候还是延续这样的状态，在土地上面更严格的一道我们不能接受的事情。因为其实他们这块地点就是有一点争议的，然后有一点就是两边的互相理解与拉扯，所以我会希望说在我的绘画当中，其实它是一个就是这两边可以双方找到平衡而治愈，所以我的画里面的图像其实就是这一片土地的风景，然后在这中间其实我也用了芭蕉叶，因为芭蕉叶对他们而言它是一个神圣的，这就有点像是一个有点治愈的概念。听他们讲他们的故事的时候，我觉得我被感动了，当时就是觉得那我很想做关于治愈这方面的。因为我希望它是可以流动性的，就是它是一个有机一点的，然后亚克力跟水这个东西其实是可以控制它，就是慢慢的晕染，然后慢慢的有点像流动或者慢慢的扩散。在这个后面，其实后来我也会再用一些蜡笔啊，或者是一些铅笔，然后其实去轻轻的把那个细节给加出来。会这么大，我很在意说有可能你布展的地方
它布展的空间，然后跟你的作品本身其实它是该有连结的，就它应该是要在这个地方可以它可以成立的。所以有可能我下面那个做，我后来是用水泥，然后或者是工业的东西之后，我又去找很多那种螺丝可以用酸的，让它更有那种工业感这样。然后其实我很希望说这件作品它可以是一个祈愿，它是一个希望，就是在这两者不同的东西不同的东西的拉扯，一个是很具象的坚持很锐利的，跟一个很软的材质，然后就有点像这里的文化，在这互相拉扯之间中，他们可以找到他们的平衡点，然后可以因此而就是得到了治愈。那个尖刺的物品，它其实是一个仿大理石饰条，然后它就是大理石烤漆这样。然后我就对这个东西很有兴趣，因为我想，天哪，工厂做的人工石头，然后所以就使用就是这个材料。如果说材料来讲的话，这个材料就很吸引我，就这种工业性跟一个自然的一个对比跟拉扯这样。大家有些人看了会觉得说，哎，是不是你发生过什么事？就是好像有一点，有一些地方是你会觉得，哎，好像有点痛苦。可是我本身在做的时候，其实通常都是因为，就是无论生命多么的辛苦，可是或者是生命有一些疾病，它虽然伴随着你，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美丽的过程，因为这就是一个生命。这里比较不一样是，他们很想要给予我们一些很多很多的想法，或者是一些就是知识。其他有可能在国外的时候，很常都是就是我们过去有可能我们还就来不及体验，就是他们希望我们给予他什么不一样的东西。然后这里就是一直分享给我们一大堆就是很棒的经验跟一些想法，我觉得来这里就是收获满满。这里的人们治愈了我，我也希望用我的作品能够反馈给这块土地。